邀请大家将咱心内担当以及无欢喜的代志全部放下，咱大家同心合意来敬拜咱的上帝，也请你用你的双手甲你的声音，咱做伙来娱乐，因为咱要唱《世界的奈朋友》，大家的双手来，大家来。
手在听写啦。耶稣福音的中间有记载着，坐着耶稣用伊双手所做的事。耶稣用伊手行神迹，耶稣用伊手医治人，耶稣也用伊手祝福世界，耶稣用伊手为咱每一个人祈祷。甚至是咱即摆看到即摆路，耶稣用伊的手为咱来修炼。虽然咱拢捌看过耶稣的双手，总是咱每一个人，你拢有机会在你的生活中间真实去体验到耶稣的双手。愿耶稣的双手成就咱每一天生命的必然，来成就咱每一天的恩宠。咱三个再来唱一首《奇妙的双手》。
想以后，什么人为了咱定死伫什么地点，是主耶稣，咱永远的主。有一个人，用心来体温，愿你心里的一条。Thank you.